Hello， 现在这里呢，就是可以看那个名门漩涡的这个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坐坐看这个船，看怎么样吧。妹妹有什么感想？第一次出远门，有什么心得？就是一直哭，要给饼干才不会哭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？这个船长这样，感觉蛮高级的，蛮厉害的。去买票，感觉里面蛮多人的。这边的话，大人是1800，那小孩子是900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坐1:40的船，然后他们说今天风很大，所以呢，就是船会一直摇摇晃晃的，要我们小心。而且我们又有这么屁孩的儿子，不要，玩一次了啊！我们去买东西，走。我们去买一点东西。这边有商店，这边都是卖一些名门专属的这种酒。然后德岛这边他们就是这个萤幕比较多，所以就是会卖很多跟萤幕有关系的东西。叫叫叫！可以吗？不可以啊。二等门差不多没写。差不多没写。嗯。对。爸爸，一个可以不行？不要。二等门的。你要哪一个啦？这个。差不多没写可爱呀。可爱不那样，特别大。你问妈妈，可爱看。爸爸没有看的呀。啊，这个好像很好吃哎，你看。漂亮吧？但是这个人真的是排得很长，等一下前面还要再绕过去，然后那边已经排满，然后现在排到这里。然后现在后面也是一群人，排了非常多人。那边停车场那边超多人在那边钓鱼，感觉这边是蛮好钓的。然后还看得到风车，可是这边应该是用镜头是看不到，但我用肉眼看的话，很明显前面有一排风车这样。哦，走得还蛮快的哦。哇，好多人哦，真的超多人的。真的，大家都觉得很多人。应该这个点吧，我们刚刚上一班的话好像就没那么多人。进去咯。我们因为现在是那个啊，最好的。すごい，这个船感觉很厉害哦。这个小船是，如果不是黄金周的话是有开放，那现在是只有这种大船可以坐，因为小船比较密集嘛，那大船的话就大家可以比较多的空间。感觉没有位置，都站满了，这边也都站满了。现在出发了，出发。人爆。
超多的啦，感觉好像没疫情一样。如果你是想要人少一点的话，就可以加1000块，加1000块可以去楼上，那楼上人就比较少，你就一定会有位置。那一般的话，就是只能在这个楼层这样。
内都没有人。啊，如果怕冷的话，可以来里面，因为外面风真的是有够大的。你要坐吗？你坐这里啊。外面好像没那么冷，在这里面超冷。都没有人在里面呢，哈哈。他们在里面在玩的，阿里嘎达，现在是多少个人？那我们拜拜。安娜，李文，小丽。